让他设计一个台北市特色警察的制服，就是啊，对啊，对，人家这也是台北警察制服观光的一个部分，就是维修啦，市容的部分，不要每次都是被那个什么哦，什么那个什么，那个大陆那个团体，什么攻，八路攻啊，浪费那个时间。